透过这次的出访，我要感谢民主伙伴挺台湾，也要告诉全世界，民主的台湾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，更会持续作为国际社会的良善力量，延续善的循环，强化全球民主的韧性。我们挥汗友邦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，在农业技术、医疗、公卫、妇女妇权、数位经济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进行更密切的交流，展开更广泛的合作。